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四号 Augustine 陈学尧。人人都话我英文名好难读，所以你叫我做 Augie 或者 August 就得噶啦。我今年19岁，读紧 UBC 大学嘅第二年，读紧文科嘅。我细个嗰阵时咧，我妈咪成日都同我讲，你好中意扎扎跳，咁可能因为咁打篮球啊，同埋排球咧都系我兴趣嚟嘅，因为成日都要跳。咁我而家跳到咧有6尺2咁高噶咯喎。 但系跳下跳下之后咧，我变咗中意咗另外一种跳啦，就系跳舞啦。对我嚟讲，跳舞并唔容易，因为我有6尺2咁高咧，我要同其他人跳得更快啦。但系我跳舞嘅范围系大好多嘅。但系唔紧要，学我妈咪话斋，只要有恒心，铁柱都磨成针啦。就讲翻起恒心啦。 我记得我细个嗰阵时啦，grade 10嘅，我系好中意打游戏机。我记得我打紧嘅咧就系 Mario vs Sonic 嘅 Olympic Game， 就系要破 long jump 嗰个 Olympic record 嘅。咁我记得啦，我由8点开始系咁揈，同一班人一齐玩嘅本身，揈到我12点，我11点左右咧，我家姐就同我讲，你放弃啦。 算啦，听日先再玩啦。我始终都唔肯放弃，因为我知道咧，只要有恒心啊嘛，铁柱就磨成针啦。到11点咧，我喺度一逼咗啱嘅 timing 啦，我知道我赢咗破咗嗰2米嘅record，我喺度耶！记住啦，我系中意扎扎跳嘅4号 Augustine， 希望你哋支持我啦，多谢。再听歌与你自拍，快乐当下。